平常没有来路，你知吗？那在就因这个原因，我又看不到。所以，对嘛？这样我才会当知影你伫哩，对不？我也唔知你的名姓，你叫什么名？天龙星。天龙星也未歹听，以后我就叫你阿星哥。我叫天龙星。那我叫你小天，也是阿龙。我叫天龙星。阿星。天龙星。阿星。天龙星。你真固执，我救罪。你小弟。原来你怎样？你可以叫我小弟姑娘是大哭丘。叫小弟。算你真老傲。你当初不是有问题要问我，是什么问题？你为何不叫我？叫你。人对自己不熟悉，看未到事，最为恐惧。而你竟然不叫我。怕当然是怕，一开始我也软脚呢。不过你救了我，就算是鬼也是一只好鬼。我现在当然不怕你。我救鬼你，不代表我会杀你。奇怪了，既然你杀我，为何要救我？救了我又为何要杀我？杀人你救人是要理由吗？鬼位，你是最鬼最到亡命去了。这是因为恁有心，所以恁才会这样想。阿弟，丈夫，伊唔知死偌久了，说不定真正无心所以才会。敢讲最鬼都会变成这样？你想什么？为何唔讲话？伊变成这样？多久？真长真长的日子，有偌长？几年？几十年？分不清。自我失去喜怒哀乐的能力之后，我便分不清日子对我的意义。你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会变成这样？听你的声音。你变成这样的时阵，应该真少年。我心比粗重。啥？你竟然是被无心之事，真残忍！是什么人真残忍对待你？死神！死神！敢是牛头马面的看昏？牛头马面，我不识生。你敢会当给我看你生做什么模样？你想见我？我想过了，反正你也不是歹鬼，这摆我的心理准备做好了，来，我唔惊。所以看路。啊！原来你袂歹看嘛。除了那副头像杨三三，你敢会想用头像扑死人？你，你真正一丝仔羞辱感拢无？羞，无出奇，不敬龙勇，无出奇不敬，无出奇。就真不愿脱离控制。爱将名扬，莫非你故弄吗？伊应该是无骗，是人早起离开现场，现在该怎样办？名扬可敌人真稳何方？以此机会，
将军级别，封杀予我之时，伊离开不久，伊现在的状态一定走不远。那咱分两路走神，若顺着武则机回到此地回兵。凌教空，你今年就相信这名鬼路吗？你无发现吗？咱急，伊必然紧急，所以我信任这名鬼路所言相信。有理，行，先找着人再说。剑斩，解加着你的痛苦，并力加速你死亡，痛苦吗？面对你的命运，痛苦就会停止，做梦也会消失，下梦竟会进度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！就能杀死我吗？到底要怎么就轻放弃？这个答案就是心就这样。以上缥缈众心度，醒来有地望星空。我恨天降不测机，叹留人间一阵香啊！